情和灵魂相契合，一生变成春风起，心的忧伤，岁月。谁是英雄？千般烈火，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谢，永恒的在时空穿梭，每次已经无路可逃，但是。交错，生死存亡，他们由得我，我拼死自夺。少爷在里边等你呢。骂娘了吧？能不骂吗？已经给郭军长发了三道金牌，让他回奉天述职，都没有回音。六子，天津那边咋了？他郭鬼子要干啥呀？事态的危险性，我在电话里已经跟您说清楚了，可是您非要让我滚回来，我只能从命了。他已经不听号令了，所以我没把这个拿出来。拿出来就等于摊牌了。不谈这个，我问你啊，你还有多大的把握能控制住你的第三军团？那要看茂臣往哪儿走，走多远。你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您不是已经三次电召他了吗？是啊。我三次电召他，妈了个巴子的，他不搭理我。来，出去，啊，快点！你打，你打他不能不搭理你啊，他是你的部下。是你的眼珠子，是你的阵前大将，是你保举的贤良忠臣，你打肯定管用。你他妈的成天哄着他，宠着他，跟着他屁股后头像他妈狗似的，放个屁都他妈是香的。你跟他打，他不能不听你的吧？你们是老铁。是宝贝扎的啊，是你那个什么什么托天理天王吧，吴用张良啊，诸葛亮是吧？不是吗？打，这一回当着我的面打。慢着，你大头了，准备给他说啥？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让你说啥你说啥，你个怂种。那你就给他说，你把他的意思已经转达给我张作霖了，我张作霖非常非常的理解
他的委屈，他的不满，我张作霖在逐步、逐条、逐项的检讨、改进，啥事都可以商量着来，啊！现在说这些空话还有用吗？那啥有用？你知道说什么有用？杨玉婷那个事儿现在不能讲，不能讲，那是我的底牌，说早了他觉得太容易了。我是张学良，接天津意大利医院找郭军长。张司令吧？对，你告诉他我张学良请他说话。张司令，意大利医院说郭军长白天就出院了。出院了？那你给我接第三军团。试过了，第三军团说郭军长没在那里。接金玉司令部，还有直隶都署，把能找到地方都给我找到，我在这儿等。不当人，天津所部最高军事长官找不到人，对，找不到人。团长已经出关外去了，这儿只有韩团长。司令，我没别的意思，就希望你们能配合一下。去你大爷！不是。干啥呀？我真不知道是冯大哥您亲自坐镇天津机场。你是说换了别人，你小子还真抢飞机是吧？不是抢，是召唤东北的空军和咱们三军团一块起兵革命。革命啊？你大愣眼知道革命吗？革命是啥？我问你，革命是啥？孙文同志说了，革命就是。就是打抱不平。哟呵，你大愣眼还跟我孙文上了？看见我这手表了吗？来来来，过来过来，孙文送的。哟，这真是孙文送的。少跟我在这扯犊子！你大愣眼，赶紧把所有的哨兵都给我撤了，飞鹰队就要飞秦皇岛，快去吧。听明白了没有？要不然我还扇你小样，信不信？也就是您了。把跑道都让出来，马帘让出来，走。姚团长是我爸的义子，哥们儿此地不考留，赶紧飞走。是是。刚刚得到消息，第九师团团长张廷树已经往关外出走了。另外，驻京的空军十架战机，清晨已经全部飞回奉天。能来则来，愿走则走。我姑苏林绝不强人所难。
三军团的军官们，你们当中也许有人还不清楚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意义。你们会问，做什么来了？做什么要在这个工厂里集结？我要告诉你，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是要救东北、救国家、救人民来了。请大家安静，请大家安静。我郭松龄是东北人，我们的东北原本是美丽富饶的东北，沃野千里的东北，是高粱红、大稻黄、森林茂盛、大河蜿蜒的东北，是煤铁水电应有尽有的东北。我们东北的子弟本可以和我们的父老乡亲一起进兵强族，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是内政抵御外侮的。非常痛惜这个美好的愿望被那几个坏蛋糟践。民国十年以来，美丽的国土兵连祸结，民生穷困，战争日费万计，东北人民不堪重负，长此以往，国将不。今天那几个坏蛋又在无端兴兵挑起战端，无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这些个坏蛋中，属杨玉新十恶不赦，五毒俱全，乱政乱军，骄纵专横，鱼肉人民。现在他们已经被安徽江苏人民赶出来了，仍不甘心，还想让我们大家继续为他们卖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我郭松龄已经拿定主意，要干什么？要带领你们大家杀回东北，除妖孽，救东北，救国家，救人民。川儿，拟好了两个方案，愿随我郭某人举兵讨奉者，可在这一案上签名；不愿意的，在这一案上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愿。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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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处长，我去，你作何打算？郭教官，你这不是造反吗？没错，你处事心一语道破，将来成功固然无碍，倘若不幸失败，我唯有一死而已。我跟你们军长有个约定，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为了理想和信念牺牲了性命，夫唱妇随，我们一起以死报国。郭松龄昨日连发三电，第一提出请老帅下野，将东三省军民两政交由张学良接管。其后呢，又补发两电，一为宣布主和霸占宗旨，一为讨伐杨雨婷。不要念了。张学良蠢货呀，姑息了这个。那人在哪儿？啊，少帅的专车昨夜紧急赶往天津去了，尚在半途，未有联系。这个糊涂蛋！怎么回事？没看见这是少帅的专列吗？谁的专列也没有用啊，都走不了了。什么？前方山海关的铁路被人破坏了，无法通行了。程一，
么回事？站长说，前面山海关的铁路被人破坏了。被谁破坏了？不知道啊，电线也被割断了。去那边看看，那是什么人？是。少帅，杜维刚，你一个工兵营长跑这儿干嘛来了？我是郭军长派来的。郭军长，我有命令。这上面怎么有我的名字？说是张作相叛变，让我们来打张作相，所以把铁路破坏了。愚蠢！少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不是张作相叛变了，是他郭松龄叛变了。郭军长叛变了？这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们讲武堂的教官呢。你先带你的人把前面铁路给我修好了，然后把你的车厢挂在我后面。是少帅。我说老楚，你这不对啊，你这狱中都狱到牲口的级别了，别人都烦，你他娘的偏不签字，那我们混到一份堆上了。可不是咋的，四位仁兄不也没签字吗？你跟我们能比吗？我们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你不同，你是郭教官的学生。那对呀，学生能不听教官的吗？你跟我们不一样，榆木脑袋。老陈呢？请我来怎么也不来接我呀？军长在里边等你。在里面的，胳膊上带的什么东西？榆木脑袋也好，牲口级别也罢，我楚时钦自打毕业就职，我就跟张汉卿承诺过，咱不懂政治，不会政治，也不能政治，就是做人。江军长，敬礼。各位师长，郭教官让我请各位去他那儿话别。喂，先放我们吧。好，军长，电话。王团长，很仓促，我们知道了。好，我们待命。喂，别啰嗦，这种事儿照计划执行。刘处长，到。你把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电都叫几位看一看，特别是广东国民政府，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那几封，以及全国各地各政党还有各进步团体的都拿来，让他们看看。看完了之后我们再讨论。军长，电报。给我见钟作华，快点。是。全国革命之民众，国民革命之军人，请速起响应北方之暴动。推倒北洋政府及奉系军阀，我北上部队群情激昂，士气高涨，建立全国统一之国民政府，还政权顺口溜，推出人民振军心，其意为联合一切反奉之军队，领着大军以扫荡扰乱中国，去大帅荼毒民主之解除最残暴势力，去掉民艰难，给土地建家园，不怕天寒雨地冷，打不垮老张，什么都完蛋。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怎么样，几位了解当前的形势了吧？历史潮流啊，你们几个可别懵懵懂懂的。当然了，我不会强人所难，让你们看看这些，是为了让你们呼吸一下来自全国的清新空气。你们也看到了，这不是我郭松龄一个人的遗愿，而是全国千千万万同胞的遗愿。你楚时钦是我的学生，我了解你的为人，可我还是要告诫你，一个人除了友情之外，不能没有信仰和理念。当下的中国就是个人义气太重，把千百万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哪一个人身上，都不能不是误会。徐志历史是不能建立于任何一个个人之上的。
这人心是最不可预测的，是最不可靠的。你不知道明天他会去向何方？道一声珍重吧。我会派人送你们几个去天津，等战事结束之后，我们再行相见。老冲，段长官，江长官，与几位师长不同，此人虽有些人缘，但一向心怀叵测，含混杀机，被人贪婪狡猾，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安徽人民所唾弃，也是他自己的野心，将自己定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那送军送到阳关道吧。明白了，军长。参谋长，到。电话、车线、设备装车，我们走，向山海关以北进军。是。全体注意，电话、车线、设备装车，准备撤离。快快快，动作快点！奉郭军长之命，即刻送江长官进城。茂臣的人呢？把我喊来了，他怎么不见面了？军长实在军务繁忙，等进了城，一定安排长官与军长晤谈。怎么会有炮声？不清楚。山海关那边是张作夏，你们军长会是北上了？真的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前面的路不太好走，请军长下车走几步吧。这路不是挺好？是老郭给我的电报吗？不是他的电报。谁的？老帅的电报。韩青先生阁下，请接郭松龄等通电，拥去桂冠为东北首长，余等准备隐退，请系归来交替。郑文俊总司令张作霖。看到了吗？他居然叫我韩青先生阁下。这么叫我，分明是在羞辱我，他还嫌我内疚的不够吗？我张汉卿成了不忠不孝、无君无父、没了伦常、没了父子、不认祖宗的混账王八蛋！老帅，他不是这个，那是什么意思？你说，你最好的、最信赖的朋友，把你陷入不忠不孝之地，你说这什么意思？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这会儿再难你也得忍着。心如刀绞啊，心如刀绞啊，每个人都拿刀子来剜我这块肉啊。什么意思？全他妈是假的，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值得信赖？干嘛呀？
别他妈理我，我死去！你他妈还有点出息没有啊？你他妈都敢教育我！连你都他妈敢教育我！老师傅，你个卖眼的，你当初就不该把心给他，还不如炸死他呢！他们一起，我把他们出了这么个孬种！啊！他是咱们教官，咱们会难同他求的，可他们还没把你打趴下呢吗？你站起来还手啊！学生干不过老师，还他妈教什么学生呀？为了爱你欺负犯，也不能走。第一军刘振东，第二军刘伟，既在万家屯消灭了张作相的主力，我第三军团已再无必要沿用张学良的名义了。从今日起，我第三军团改称东北国民军，通电全国，宣布正式脱离奉军。明白了。少帅的贴身顾问刚刚给我打来电话，此时少帅正在秦皇岛海边的军舰上，想和你见一面。传话的还在线上，你看。该说的话，在骑兵宣言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没必要再见面了。不管见一面，把各自该说的话多说出来也好。少帅也有难处啊。让他到我这儿来吧，但是别带兵来。好，我这就去说。是这样，少帅的顾问担心少帅的安全，希望双方选一个合适的地方，要不就在秦皇岛。若是这样，那就不见了。既然是不见了，我写封信吧，你托他交给汉卿。秦武帝松陵自治之欲，以至今日一身所有进攻所赐。当今中国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似滚滚洪流，国民党共产党两股政治力量的合作意义深远重大。武帝不可偏安官威一隅，一叶障目，不识大事，要成为新世界之主人，不复做乳父般旧时代之枭雄。能怎么样？老师教育学生呗。去拿纸笔。
龙兄后裔雍良上台，龙义足感。微良对于朋友大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于父，故兄之所谓统御三省，经营东北省，我兄自为有可耳。良虽万死，不肯成立国，至成千秋忤逆之名。郭松龄谁都可以不见，唯独不应该拒绝见你的韩青。老郭此举已经不可逆转，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兵临锦州了。我了解我的三军团。奉天不好说了。哎，韩青，其实单从这点上来看呢，你我当初的合作整军还是卓有成效的，果然打造出一支所向无敌的不世之军。相形之下，那些昔日的土顽绿林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什么叫现代陆军。杨总长此言甚是刻薄。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各种悖论，有时候好就是坏，坏呢恰恰又是好。你的第三军团如此，我这个曾经的总参谋长不也如此吗？如果你我都是庸庸碌碌之人，恐怕今日也不会招此非议和麻烦。我不后悔，尽人事，听天命。许承彦。下一站把信发出去。是。妈了个巴子！培养一个将领不容易，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打了一个翻天印。安心呐，玉婷啊，是该检讨检讨了。奉军的70,000主力精锐，通通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好武器、好装备，都可着他来。这是一家独大呀！这回好了，没人治得了了。原来的安排不公啊，同样都是奉军，分出个3、6、9等来，分出个嫡系旁支来。那还不出问题呀？得，行。四哥，这就不说了吧，5个手指还不一边齐呢吗？老爸，我理解你四哥的意思是要把当前的困难局面估计足了，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对方还不都是咱们自己人？这强不强的都是姓了张的，咋的一夜之间他就反水了呢？不是说清君侧吗？那就清吧。那杨玉婷不是被撤换了吗？怎么人家没有收手的意思，反而这攻势更猛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哎，你这话这回说到根本上了。要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浊清。帅爷，咱们得找出问题的根本来呀。根本是啥？根本就是我们夹在了苏俄、日本两大黑白帝国中的夹缝里。难呐！这郭鬼子已经和咱们势不两立了，如果让他打到奉天来，那我想在座的各位不是被他活埋了，那只有到那大街上擦皮鞋的份儿。所以啊，要想保住小命啊，
保住手中的金银细软呀、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不是要革老子们的命吗？那咱就把他的小命献给他了。黑龙江省、吉林省、热河的，你们都不能隔岸观火啊！大家一起啊，抄家伙，给他干一场吧！好，大家没有反对的呀，那我就让秘书长起草一个讨伐令。悬赏60万，捉拿郭松龄，提头来献者，赏80万。杨参谋长，你刚刚叫啥？你接到老帅电报，委任少帅为总司令，任命您为参谋长，并命令在连山一带设防，收集流散部队，组织有效防御。徐副官，通知下去，咱们不去奉天了，直接去锦州。是。老帅不计较我杨雨婷之过，终不起我。这也叫防线？都什么人教的？这样的防线在我三军团就是个不及格。是张作相的残部在防卫。张老作相还是有点人缘，可叹其脑筋太旧，除了江湖义气还会点什么？整军军务那会儿，但凡放点手，让我老郭稍加修理，也不至于这么狼狈不堪。好，好。报告总司令，左道虎的两个叛变团已经就位，请之开火。命令邹作华，炮弹不要直接命中，眼鸭子吧，让他们觉着锦州毫无坚守可能，就达到目的了。是。炮兵团，炮兵团，总司令命令，不要直接命中，开炮。仗，郭支仗的炮你打得奇怪。哼，你还挺内行的。这些炮都是我从欧洲采购的，很便宜，性能却非常好。亚哥，你让我怎么说你？我张汉卿花了大把的银子让你去买炮，你买回来这炮弹却落在咱自己脑袋上了，你还好意思收佣金呢？这能怨我吗？我哪知道你和你的交管会闹翻？你搞不清，我也搞不清。能不能修好？已经好了。快快快快快！所有的物资必须提前到位。是。要清点一下，快点。郭教官，军事武官，这位是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义子的代表。嗯，白川司令长官向郭军长问候。不必客气，有什么事儿直说吧。将军即将拿下锦州，进而是丰田。我们白川司令长官希望将军进入丰田之后，能够重任2年前
江作霖与我们订下了条约。你们也看到了，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如再考虑吧。如果贵军能够占领我国在东北地区的特殊权利，我就会考虑会对贵军提供一些特殊权利便利。我不明白什么是你们的特殊权利。此次我军班师回奉是我国自己的内政，希望贵国不要干涉。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请仔细阅读本月一日我对贵国公使的声明。失陪了，我的军官们还在等候我的命令。团长，哎，放这儿。呀，大人。记得荆州守得住吗？连胜败得很惨，二三道防线恐怕都顶不住。守不住，咱们就回奉天去。对了，傅以华带了2000多人，从郭松林那边跑过来的，在那边。是吗？那太好了，我过去看看。程燕到，你就别跟着了。少帅，没事。我这次回来，很多人都不相信我，都怀疑我和老郭勾结，就连你爸也不相信我，把所有文件都扣着不让我看。我这一路，要不是遇到伊亚哥，我连车都找不着。行了，我自己过去看看，看看他们能不能信我。再次。